看你们家欢欢一脸的天然呆，乖得像个猫一样，比女孩还弱。这说明你的儿子在体校宇飞写作业。谁的？这是宇飞给我的，幸亏我发现了他。如果我今天没有发现的话，这两个小孩会有什么下场你清楚吗？我都听到了。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叫宇飞的？妈，你明天给我买机票，我立刻把宇飞带走。周一到周四晚间10点，未来综合台加油虎妈。